如果我可以看到 Rain 的话，我就是很想告诉他说，就是这一趟旅行等了10年，就是为了见他一面，希望可以透过见面，然后给我自己带来很大的力量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他想再次见面。台湾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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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在台湾见面，有机会的话，他一定会见面。拜拜，拜拜。